娜娜姐，我们先上去了。好。Room card, please. Thank you. 有事跟你说，你跟我来，我真的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你谁呀？你干什么啊？徐斌，你看清楚了，在这儿 喊 “Help me” 好使着呢，这可是国外，保安都带着枪呢。刘恩，我是查到你航班的时间，开了几个小时车才赶过来，我也是出差，就耽误5分钟啊。别理他了，咱们走吧。我有必要提醒你啊，事关重大，就5分钟。 5分钟是吧？那么你先上去吧，我一会儿上来。好吧。你确定要在这儿聊啊？ 换个清静点的地方。说不说？不说我走了。有恩，我承认，失去你我很痛苦，但是我也想明白了，对我而言，你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。对你最重要的是你的钱啊。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承认，资产、股份、地位那是我的命，没了你我能活，没了这些一天我都活不了。 当我想问问你，你最害怕失去什么？不绕着弯说话，你张不开嘴是吗？我最害怕失去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你恨我骗了你，让你失去了你最看重的爱情和信任，我不能让你再跌跟头了。我谢谢你啊，只要你离我远远的，我的爱情和信任就会好好的。那个张光正根本不是什么经理，他就是一个门童。 你调查他了？你呀，太善良，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，最容易上当受骗了。那天，在你生日会见到这个张光正，我觉得他对你过于殷勤，根本不像是个当领导的。一查，果然就有问题。